喂，该上班了，我要给你扯一下。测量站，我发烧都已经好了，不用测啊。不是啊，进医都2个多月啊，2个还没有来，我怀疑有中奖啊。那我要给你扯一下。咋个可能嘛？背得那快，很正常哎。以防万一啊。没，我一个正好拿着个面包去，将就给建议买尿裤。行嘛，又想你喝奶茶。嘿嘿。我来整，你们女的整容拿着针多少对皮肤不好啊？要去上个门诊准备一下去吗？好。看夕阳吞下远山的风景，屋檐的喂，袜子袜子！悄悄的阴哪个小两妞，自己袜子放了，你不晓得？哪双都只找到一只。我觉得你真的是一病傻3年哦，忘东忘西哎。奇怪了。你要来看火一下。小伙子，注意烟不要整太多了，皮肤都要熏干了。喂，看哈静一哈，我们去岗就回来了。晓得，俺啰嗦，不管去岗返回啊。走走走走走。云朵的倒影，月色的缺影，满天的繁星。耶！啊，不。不啦。哎呦，先用这个将就的哈，把销售都是用这个哟。哎呀，我看见划破长夜的流星，红色天边的星空万里无云，夕阳红的地方遇见你。哦，果然有眼光啊！喂，进衣裤没有？还好。日出盘升起，悄然无声息。你让他这个不给他垫哦，不然以前都是这样垫的嘛，没得事的呀。那去那边买袜子啊？全是红色，咋个穿哦？明明说全是一种颜色，以后就不光一样，你身上都可以穿。当有风的时候，把帆扬起。刚拆东西你买回来没有？买了，都说不用拆了。这哪样？哦，买的时候拆底座。那去，这下放心了吧？妈妈，你今天好漂亮哦！真的啊，真的啊！来，我来给你拍一张照。好。我问你啥？外面向日葵也很好看，我也去拍一下哈。可以。穿过老街巷口，吉阳，吉阳，哎呦，吉阳，你昨天在这玩手机啊？告诉你了哈。还在问吗？妈妈，人家说他手机欠费了，借你手机打一下电话。没人打去。他说，奶奶会等孩子回家。娘，你打好电话没有？打电话了。咦，这就这样给骗我拿手机去玩，还做作业又不做。像你现在是社会撒谎啊，不是啊？你爸马上回来了，我一刚给他讲。但是我不想做作业，太难了。下来。而我
赶紧来日历作业，一天就晓得玩游戏，还会撒谎了。我打算你每次都在忙，我有很多的陪读。呀，作业做完没有？做啦。不然这样早都干不来开心了。他今天撒谎骗我说你去玩，怕找你收拾了嘛。走，今天我去剪彩。我饿啦。我不会剪彩，让你有饭吃。走。讲你晓得爸爸为什么从来不说谎不？为什么呀？因为爸爸从小就晓得狼奶奶的故事，我讲给你听哈。好。从前有个小男孩。我在他背上教学文。对啊，所以你以后还要说谎不？不傻。梦才发芽。能不能不做大人了，有颗糖就开心的莲花。能一下我说你要纠结的都是人家过不定会让这样干很多过就是跟他吵吵我来忙你天天报警我都是没忙行告别的依然深深呼唤我姓名要我别怕怕就会过头他在路口等你要建议谁做了我来背我来说话好孩子别怕路上忙着走他在今后等爸爸你看了我多惨你不对呀、啊对啊有我有对。那你还看到我多菜不然回家没饭吃啊每天都要用菜炒饭。哦爸爸你分一点给我好吗我以后再也不玩游戏啦。不是一点都不给你玩要分时间玩晓得不该学习的时候就要认真学习。你们回来我要准备吃饭啊。我刚教育完孩子你们早就给安排平板啊啊旁边有没有给这样学习消毒光学护眼学习平板任何你 plus 很好用啊以后这样学习交给他我们也可以省心等他吃完饭给我下看看妈妈你们坐下我来要饭看这里皮吗给你哇谢谢金阳不用谢妈妈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一定要娘娘给我一小的学习机好好学习那好啦知道人该今天还是我很不错的好孩子嘞来吃饭啦妈妈给你留了个大鸡腿哇谢谢妈妈爱了宝藏梦才发芽